们要欢迎的是我们嘉义教区的大家长，就是我们的中安处主教上台致辞，请掌声，谢谢。敬爱的馆长，那个庄议长，那个副主教，啊，张神父哦，跟秘书长哦，所有的神父、修女啊，牧师、牧长啊，各位贵宾，亲爱的朋友，祝来亲爱兄弟姐妹，大家圣诞快乐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，因为伫这个圣诞的下晡甲阴暗，咱把圣诞节的意义把它表现出来了。因为咱把主耶稣基督一诞生，把咱带来救恩，把咱带来光明，咱的这个喜乐啊甲平安，咱以咱的实际行动甲伊表现出来。所以咱感觉真欢喜，咱个馆长啊，甲馆副的官员啊，甲基督教咱个议长啊，带领所有的牧师啊，甲信徒信友们啊，甲天主教，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我们把主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大好消息哦，把它传扬出去，就留咱个彩街，把这个基督徒的喜乐，这个主耶稣基督伊诞生，给咱带来救恩，咱真欢喜的给伊带出去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啊！我感觉真欢喜，就是真佩服咱的县长啊，甲县府的团队，很愿意跟我们的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我们站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来传扬福音。所以讲，咱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主耶稣基督一定会给咱报答。所以，县长，我们所有的天主教、跟基督教，我们的所有的牧长、神长，啊，跟所有的信徒们，我们大家支持你，因为你跟我们站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也很愿意挺你啊，跟你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子了哈，我们鼓励鼓励好。当然，我们这么样子这么合作的话，哈，我们挺我们的县长呢，啊，那整个云林县的这个县政呢，哈，能是整个县政府而且所推动的这些事务，一定会推展得很顺利的。特别是刚才县长特别提到的这个台湾灯会哈，我们争取到这个主办权哈，而且这个还是有一点插曲的哈。本来我们要得到之前呢，好像还有别的地方还要来争取呢。当然我们的县长哦，极力力争了哈，所以后来还是我们赢了哈。所以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啊，这个台湾灯会一旦给咱云林县办哈，那我们大家都要很支持。所以据我所知，我们的基督教会而且天主教会呢，我们都在准备哈，那各种那个我们要那个花灯哈，那个展览，或者是我们都已经大概的筹备会怎么样子把这个灯会哈，在我们的宗教灯区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得非常好。那祈求上主特别降福咱的云林县，让我们的云林县能够更加的进步啊！咱的老百姓哈安和乐利，啊，老百姓哈很快乐，而且是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到主耶稣基督一段来平安跟喜乐。各一边来感谢咱的管护啊，甲咱的所有天主教跟基督教所有的朋友们哈，这个是最好的基督徒的合一哈，我们把它展现出来了。愿上主降福咱在座的每一位哈，天主保佑，圣诞快乐，谢谢。